外交喂给红龙鱼啊，那个红龙鱼不是变智障鸟啊？哎呀，我要变智障鸟啊！哎呀，没，我不吃药药，不吃药药，不吃药药，不吃药药。又可以拿钥匙了，真的是套路啊！里面不懂会遇到什么了。Hello， 我又要回自己的家了。可是我每一年都是回不同的家的。这里比较像一开始的家，可是我的电视机没有了，沙发给改成了吃饭桌。请家长尽日就医，进一步检查。就是我女儿有了心脏病是吗？等一下，这里不应该是有那个四臂观音的那个相片吗？要洗手才能进房间。我听到我女儿在里面笑。不是笑，在哭，我女儿在里面哭，还是在这个厕所里面哭啊？哎呀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，那个手印不见了啊，所以证明我最近都没有坏坏了。哎呀，越洗那个手越红啊，是血来的吗？不会吧？哦，血！哎呀！哦，幻觉嚟嘅啫，唔好惊。幻觉嚟嘅啫，吓我唔到噶。应该不会转过去就有女鬼吧？哦，没有啦，没有女鬼啦，不要吓我啦。有视线哦，溜溜啦，哦溜溜就可以震惊啦。我只知道我女儿一直在那边哭罢了，我要去安慰一下她了。她被送去医院，一直在那边哭，所以我可以把她拿起来吧，还蛮大只针的，其实拔出针头。眼睛，哇，插的有够深啊！把这两个针头一起拔出，第三只针头。哦，我女儿慢慢的好起来了。这个是一个医院的那个诊断证明书，胸闷跟呼吸困难，但是呢，她检查了 X 光跟那个验血呢，结果都是正常的，破碎的 X 光片。诶，我直接来到了医院啊！我现在要把这个 X 光片把它合成起来了，然后我们慢拼一个胸骨出来吧，这样子哦 ，nice， 涂在这里吧，唯一一个地方应该就在这里啊。诶，真的。是一个符来的，他那个按的时候那个笑脸很恐怖啊，然后一个符咒哦，度化世人苦难啊，应该是我老婆打过来给我问女儿的情况。喂，杜先生，我是贺老师。哦，老师打来的。这情况我了解了，不用担心，你先来楼上见我。啊？为什么是叫我来见他了？等一下，这个红色门是什么鬼啊？这边也是红光来的，全部都是红光来的。医生越来越近了，那个门越开越大了。你看到红色的电视啊？那个是我女儿的那个灵魂来的吗？这是一个回忆来的吧？我面壁思过啊，肯定是做错事啊，小明被老师罚了是不是？哎呦，哇，很多符啊，这里应该是一个被封印的地方来的吧？我又来了，又回来兔年的时候了，这里直接开了可以。因为我之前有拿过突联的那个锁匙啊，只剩下前面那个电视机那边。哇，那画变成这样子的 ！Oh my god， 这个又是谁呀、啊？是谁来的？我坐在这边看一下了。OK， 又要看电视了我。又是七彩星舞台啊！七彩星舞台。很怀旧啊，应该是我女儿上节目是不是？哎呀，是啊，那个是我女儿来的。等一下，我女儿开始变样子了。我要去拍一下我的电视机吗？现在？拍一下看一下，不能拍不了。哎呀，后面不见了，而且那个相片越来越远了。四臂观音出来了，就在那个画像后面而已。呀，满起来了那个血章，我要死了。哎呦，唔好咁刺激啊，大佬。我老婆现在很有怨气啊，她。哎呀，我回来原本的地方了。Bye, have a great time. 哎呀，我看到我女儿了，她跑出去了。美心，你不要走，你等爸爸。现在走回去看一下了，这大门也是开着的。拾回往事的片段，方能走进今日的圆满。三个门全开了，从这边走啊，去1980先。这里有一盘鸡，一只鱼，一定是有意思的。你看，没掉了那个头以外呢，他那个脚还是黑色的。妻子的代办事项，这些都是老婆的一个备忘录来了嘛。7点开始呢，我们要碰阴阳水啊。What the fuck？ 什么是阴阳水？角落撒钱这样东西呢，我就知道了，因为他们说哦，在那个角落撒钱是为了给那些神灵的。准备好麻雀，不可以拖到下午。就是、What？ 什么事？Oh my god！ 我要走了。
什么都不要理了，什么都不要理了，现在直接走啊！哎呀，那个椅子自动移开了，自动移开了。变了，我动不了，shit！哦，刚只是幻觉而已。上面有个问号，写着这是我的秘密基地，密码是我最喜欢的照片，所以我们要找密码了。然后里面呢？里面有东西？哎，不要告诉我你要插洞洞啊，大佬 ！Oh my god, no！我的发，我的脸，这是我来了吗 ？Hello， 爸爸，你看这里有个洞哎。这个洞里面为什么有个蓝洞呢？哎呀，声音变了。爸爸看我，爸爸你看我啦。我不要看，他肯定会觉得他女儿很烦，然后去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。哦，撕掉了纸了，开始烦躁了，爸爸。爸爸你在干嘛？美心，不要吵爸爸。美心，不要吵爸爸。爸爸发疯了，不要打洞洞了，爸爸。美心的房间变成红纸吗？这些就是，我看一下是不是啊？0716，哎，0716对耶 ，What the fuck？ 我来了一个地方了，哎，我现在爬着过去啊，然后有个玩具。大衣柜是我的秘密基地。大衣柜是我的秘密基地。每次叔叔阿姨来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会叫我去打招呼，但是我觉得陪客人聊天好麻烦。哦，他觉得客人聊天很麻烦，所以他就进来这个大衣柜躲藏了自己。躲起来，等他们走掉。我走过去看一下，美心应该要唱歌了，是不是？在这个时候，我终于是走上来了，有个人在看着我，前面有一个男人。里面我可以小声唱歌。哦，在衣柜里面他可以小声唱歌。对，我都乱唱。里面有人，为什么他说没有人在听？在衣柜里，我唱的比在台上还好听。要是比赛都办在衣柜里就好了，这样就不会在大舞台上发抖。也没有人会在台下用力盯着我。那到底是谁盯着他呢？哦哦，我回来了，拿到了一个浮雕的碎片。哎，可以出门了，可以出门了。所以我刚刚已经完成了1980的那个房间，现在还有1985跟1986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he knew he fucked up。那个老婆的样子很诡异啊，大佬。我现在来到1985的房间。这一个比一个恐怖是吗？暗到这样子哦，只剩下让你有光不了。哇，这个游戏让我想到那个镜子啊，这有个锅炉是吗？在烤鸡啦，然后有两个符咒哎 ，What the fuck， 买来施法啦？这个老婆是魔法师来的是吗？只能走回这边了，这门一直在闪，进去这个门键看一下。美心，两边有符水是帮他驱魔的是吗？哇，美心的那个作业拿到95分了。我的家庭有三个人，有爸爸妈妈和我。我的妈妈呢是一位家庭主妇，她喜欢一边煮菜一边唱歌。妈妈以前是歌手，她唱什么歌的时候呢都很好听。爸爸是一位作家，他每天呢写很多字，他常常工作得很晚，平常呢不可以打扰爸爸的工作，否则呢就会被妈妈骂。虽然我生病了，常常不能去学校，可是爸爸妈妈都会在家里面照顾我。妈妈说，如果我好起来，就能常常出去玩了。我最喜欢爸爸妈妈，我希望全家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这个美心写的很不错啊，难怪拿95分了、啊，我给你100分了、啊，美心，不要来找我。哎，我说不要来找我，你就来找我了。我的 fuck， 吓到我大佬。哎，能用打火机，原来，哎呀，我还以为不能用打火机啊。是关于刚刚那个蛇的故事的。有年呢，小和尚忽然得了一个怪病，连日魂不守舍，无法进食，整个人呢都奄奄一息。大夫呢也束手无策。此时呢，大蛇忽然现身，开口就对农夫说：“我乃千年蛇精，看你的孩子小小年纪，温良孝顺，潜心修法，令我自叹佛如，就让我助他度过这个浩劫吧，以我的血肉酿成药酒，让他饮下去就能痊愈了。”过后呢，大蛇便咬断自己的筋，然后就身亡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这美心的房间再看一下。哎，美心不见了啊！现在外面呢又多了一些不同的东西了。刚刚进来的时候，这个应该是没有这么多东西的，不能去郊游了。美心在房间里面闹脾气，去念他最喜欢的故事书给他听好吗？就是说他本来就要去郊游的。爸爸不守信，说话不算话，大骗子，傻逼，大冬瓜，耍楼，番薯啊，后面是我这里加的。美心，你在这里看故事啊？哎，我来到这边了。美心被蒙干了双眼是吧？哦，先按这个闹钟。哦，闹钟响起来了，美心起床了。哇，他起床的样子有够耍楼的。No！爸爸又骗我了。哦，我是鱼，我现在是鱼来的。他说本来要出去玩的，又突然说不能出门。
开启那个房门呢、啊？就已经好了啊。我的病明明就已经好了。明明说好今天要带我去阿斯。阿美，现在不要看着我啊！你告破你的哎呀！他走出去了，很诡异啊，真的。我还是进去好了啦。我还是自己还好了。哇，他声音很可爱呀、啊，其实美心。我带我的故事去。包括妈妈的帽子，我都要带走。我都要带走。啊！你要收起你爸爸妈妈的东西啊！你这么坏的美心，美心还是小坏蛋来的哦！你，我不会说是我说的，等一下你找我就查。哦，他又来他的大衣柜那边了，应该是。哦，美心要躲进衣柜里面了。看我的秘密基地哦。哦，在我的秘密。哦，他把钥匙放在秘密基地。OK， 我不会告诉爸爸妈妈的。哇，红龙鱼好像死掉这样子哦。为什么我又看到自己了？吃药，我给他吃药。哦，每天美心的呼吸还是很蠢的。妈给他维他命就不知道。至少他今天有乖乖把医生开的胃药都吃光。他要坐着看着我了，美心。所有的药都不见了。他把药喂给红龙鱼啊！那个红龙鱼就是变智障了啊！哎呀，我要变智障了啊！哎呀，没，我不吃药呀，不吃药呀，不吃药呀，不吃药呀！哎呦，什么肥事啊？